对面其实要拉扯我的话，还挺好拉扯。 不带风暴聚集了吗？现在我比较喜欢带这个体系。鞋子比较中意，我觉得就目前这个版本来看，我是要憋这个装备的。憋装备，你前期做鞋子。 本来我们一局就打过，主要是过来也没用啊！你他妈台也被别人打断了，你是过来。 我们唯一的控制技能就是这个 瑞尔。他们要回去做装备嘛？我怎么感觉他们的这个处理不太好呢？ 黑线，然后回去。他们其实好像也挺健康的，觉得。来不了就算了，先给队友点信号。如果这队友来不了，就无所谓了。 他这一下都不 A 啊！我这么怂啊！我脸上走了两个来回，怎么连 A 都不敢 A 我一下？ 黑线比，他们其实正常的去补刀，我根本吃不了兵，知道吧？我根本吃不了兵，我可能还要漏几个兵。
宗师 AD， 理解有点问题。如果我能先手把这个蓝切做出来，那我们下路将掌握主动权。你看他的装备，其实我说实话，他就是在没有说拿到很大优势的情况下，主宰系我感觉没起力气发育舒服，知道吧？